阮得个廖尊公，伊妈伊个乡亲个性应该水火不容，啊，想袂到伊竟然相处来这么好。是讲怪因咯，这么亲，我吼淡薄仔惊呢。啊，对啦，乡亲，我知影你注重迄饮食健康，啊，迄个食物吼拢爱用水安尼烫过，所以会知哦，妈有去菜市啊买迄个鸡胸肉啊，搁有花椰菜，啊，搁有马铃薯，我连买做一下沙拉者，吼，这种养生呢。姐，你去菜市啊买哦？迄袂用的啦，你若爱去迄有机店买，迄毋只无农药，啊，搁有啦，迄马铃薯有淀粉呢，迄香气袂食啦。啊，我又搁买唔对哟，啊，切，爸妈啊，不要紧啦，其实恁搁会记我爱食啥，搁买互我食，我已经感觉足感动的啊。以后你免特别准备我的啦，以后恁食啥，我就对你食啥。是啊，迄当阵哦，爸你安尼问我，我一时阁唔知要安怎回答的。后来，后来，天宝伊就先告告白啊，阮就偷偷啊交往，啊不过阮妈就发现啊。的要求我呢，一定爱回去。迄当阵哦，我当然嘛唔听，我得用绝食抗议。我差一点嘛，要到昏倒。哇，这样你啊艰辛着。那我天天嘛同款啊。迄当阵哦，伊嘛陪我做好摇摆动。我只要想到咱迄当阵做伙收获爱情，我就感觉足感动诶。诶，是安尼哦，我乃无印象啊。天宝以前哦，我袂堪要巴肚诶咧。嘿，若较晚食哦，伊就安尼哀哀叫了。对啊，我若是一顿无食哦，我就袂堪食咧。我若可能，我家己过来顿无食。迄个时阵，我应该是伫讲白菜。哦，啊，湘琪，你会记住伫阮楼顶迄十楼迄个太太无？你是讲，因某真正足水个，啊，先生是咧做会计迄个啊？嘿，对，就是迄个啦。迄个太太吼，做人吼，介好真亲切，拢无虾米吼架子。啊，而且伊前做，我做老煮食，所以吼，拢叫我吼，家教讲吼，安怎煮吼，要互因翁食，食了会欢喜。啊，不过吼，想袂到，伊遐尼爱因翁着，那会讲迄外口有查甫人，啊，讨见遐外遇。嘿啊，啊，煞毋知有一摆啦，迄个会计师去上班啦。吼，迄个小王吼真假呢，走去因家啦。啊，那遮尔啊拄好吼，煞喊我坐共一班电梯啦。我就是讲吼，迄个小王吼是会计师的亲戚啦。啊了后，我转来会计师，我就甲伊讲吼，哦，恁迄个亲戚甲因家来找你呢。代志就是因为安尼全憋空去啦。拢你啦，你哦害啦阿婆离婚啦。家婆要倒霉，那会用怪我啦？那是因某家己讨客兄呢，那若要怪，就爱怪因某啦。做人爱牵手的，对袂？做迄种袂记情的代志，对不起翁婿的代志，唔只厝边隔壁一句话，就母家来离婚去。